呢晚叱咤颁奖礼其中一个焦点落喺组合 Kola 身上，成员之一亦系 Mira 演唱会嘅重伤舞者阿波嘅女友苏晴，经历近半年停工照顾男友，呢晚佢终于重踏舞台。八位成员再次聚首一堂，他们在颁奖礼打头阵演出，其后亦获颁组合生力军金奖以及组合奖铜奖。每当一度苏晴独唱时候，全场掌声雷动，为他打气啊！苏晴事后接受访问，除了分享感受之外，亦都指今次复出获得阿毛全力支持。我都是很兴奋和很开心，因为都是隔了差不多半年才和七个成员终于可以一起在台上面表演。有些部分都说不过分，是不是都很支持你全面复工？我和他一直以来都有共识，就是他其实都很支持我每一个决定。我和他都有个共识，就是他很開心見到我活躍翻，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一個在治療和在康復路上一個很大的動力，因為各方面都增加了溝通，還有他的情況好像代土信港一樣都是越來越向好的，就是向穩定，是起碼穩定先。所以我們都覺得，即我和我男朋友都覺得，就是我要有自己的工作啦，我不想辜負我的成員啦，我的 fans 係啦，所以都會想今天出嚟跟大家見面咯，同埋今天是新的一年，所以都想積極面向前面。冇錯。蘇晴又強調從來冇諗過退出，亦預告 Kola 好快會有新歌推出。另外成員阿爹演出到最尾時企唔穩，跟住又缺席訪問。其他成员就代阿爹报平安，指佢身体只是有啲唔舒服啫。至于佢哋嘅师兄 Mira 呢晚亦获得我最喜爱组合以及组合奖金奖。成员方面，姜涛除咗凭镜中镜获得歌曲奖之外，更打平张学友纪录，凭作品的说话连续三年获得我最喜爱歌曲大奖。呢晚亦系姜 B 脚伤手术之后首次复出，停工近两个月嘅佢，身形睇落圆润咗唔少噃。一首歌曲，数百个字，赐我力量用力数，承诺我请我尽力数，留言和评论莫力数，台前和幕后合力数，数到落叶。Let's go！ 运动可以肥咗好多啊！系啊，冇错，即系成话系啱上磅。下次我俾大家，公司会唔会俾你节食啊？不嬲都有，但控制唔到。醫生有冇話你而家個情況適唔適合劇本輔助？總之希望個主診醫生今日唔好開電視啦。我驚佢嬲喎，真係。有冇計劃你幾時先可以全面好得翻？其實都快噶啦，快噶。不過就點都唔好開電視咯，叫佢哋，因為真係唔係。但係你個問題就係姜，你啲片唔開電視都睇到喎。今年林海峰再度負責頒發我最喜愛男歌手獎 ，Angelo 就成功擊敗隊友姜濤，首奪呢個大獎。教主聽到自己個名嗰時都有啲唔相信啊！好意外，同埋因為可能計上年嘅好搞笑嘅事件啦，所以我都一而三再而三地 confirm 下先 ，confirm make sure 係咪一個搞笑嚟嘅咧咁樣。至於 Ian 呢晚就首次以個人身份喺叱咤台拎獎，連奪唱作人銅獎，以及憑《留一天與你喘息》獲歌曲獎。其實自己由第一年有 solo 歌嘅時候已經自己寫過，但係好似大家一路都即係直至今年先好似開始會有人話哦 ，Ian 係一個唱作人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肯定，我自己係好開心。另外 ，Jeremy 就獲得男生力軍金獎，上台時候竟已忍唔住喊啦。我頭先喺台上太緊張，唔記得咗多謝靠叔叔啦。哦，監死咁啊！你真係我第時咧生個仔改名一定叫 Jeremy， 因為叫 Jeremy 都攞金獎嘅。你啊改錯名啦，咁得啦。我改錯名啦，叫 Jeremy Kong 啊嘛。
最近兩個頒獎禮 ，Mira 都未能齊人出席。隊長 Lockman 呢晚就因為抱恙而缺席。作為副隊長嘅 AK 就話好滿意今年成績。提到蘇晴復出 ，AK 就回應話希望 Mira 同 Kola 今年都會有個好嘅開始啊。